北约成员国定于12月3号到4号在英国伦敦举行北约成立70周年特别峰会。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1月30号援引白宫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北约峰会期间单独会见靠近俄罗斯的部分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这位官员说，特朗普将与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等国领导人共进工作午餐，各方将会讨论针对俄罗斯的欧洲防御合作倡议的落实情况。此外，特朗普还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举行双边会晤。另外，这名官员也补充到，特朗普并没有计划与土耳其总统举行双边会晤，但是北约领导人将在峰会上向埃尔多安重申土耳其部署俄制 S-400 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与其北约成员国的身份相矛盾。